so as families move away from their stable community, their friends of many years, their 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s, the informal flow of information is cut off. Okay? and with it, the confidence that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When needed, and will be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 那么这个句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句子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首先我们还是看到它的逻辑词。那么能找到它的逻辑词吗？能找到它的逻辑词吗？好的，接下来看一下。首先它的逻辑词第一个叫做 as 吧，当是不是啊？显然是一个这个啊、呃、这个时间状语从句，当。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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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么么招的时候，对不对？当 families move away from their 什么什么 their friends of 什么什么 their 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排比。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岁月不不不流逝，当你不到新东方上课的时候，怎么着啊？The inform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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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the informal flow of information 就是信息流啊，这个 flow of information 就是非正式的信息流就被切断了。 对吧？好，所以说我们看见核心的第二步啊，还还再往下啊。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逻辑词叫 and，and and with it the confidence，然后 that information will be 怎么怎么着啊，这是个逻辑词。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啊，这个 when needed and 怎么怎么着啊，我们来看一下 and 逻辑词。那么这个句子它的主干呢就是当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怎么怎么着就要怎么着了。 同时也会怎么着？and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句子它的它的这个一层结构，一层构什么？主干。那么接下来第二步，我们找主干。主干的话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叫做 information，对吧？信息信息怎么着被切断？那么什么样的信息被是什么样的信息被切断？就是 informal flow of information 啊，就是说不正式的那个信息，不正式的信息流被切断了。 什么情况下不正式的信息都被切断了？就是当家庭，当家庭 move away from their stable community，好，community 社区，当很多的家庭远离了他们的安定的社区，远离了他们的 friends，就很多年的朋友，远离了 relationships。 Extensions family 就是扩展了的，他们的扩展了的这种亲亲戚关系，是不是、啊？就是社会网络。当他们远离了他们的呃这个这个这个安定团结的，是不是、啊、和谐的社区？当他们远离他们的朋很多年的朋友，当他们远离他们这个扩展了的这种社会网络之后，这种非正式的信息流就被切断了。那么接下来，and 这是二层结构。 那么这也是二层结构，与此同时也切断了什么？And with it, with it，这个 it 指代的就是上面的所有的 away。With it，那么随着这个上面的 away，那么也切断了信心，切断了什么的信心？后面这个 that 是一个三层结构，三层结构，它修饰的 confidence，这是一个什么？显然是个同位语从句吧？是不是叫同位语从句？切断了什么的信心？ 那 confidence 什么的什么的信息，其他的信息，什么的信息 t h a t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when needed。四层结构，就当需要信息的时候，对吧？这个当需要信息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能够得到准确的信息，这样一个信息丧失了。与此同时，什么？Trustworthy and reliable，就是对于得到信息的这个可信任度，还有它的可靠度，也失去了。 啊，所以整个句子呢，它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当 as 做一个状语从句，是不是当怎么怎么着的时候，信息会切断。那么刚刚那个句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翻译啊，翻译很简单，就是随着家庭离开他们原来稳定的社区，离开他们多年的朋友和扩展的家庭关系，非正式的信息流动被切断了，随之而去的也是是对在需要时能够获得可靠的和值得信赖的信息的信息，对吧？就是。 这个东西完了之后呢，没有了之后呢，它失去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就是对某个某个某个东西的一个一个信心。所以说，这个 and 它引导的一个什么？引导的是一个并列句的一个标志。那么 and 前面有逗号，说明这两个句子之间呢关系并不是特别的 close，是不是、啊？它是比较松散的一种关系啊。所以说，还是一罗二干。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一课的最后一个句子，最后一个句子呢是这样子的，说。 the individual now has mo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an any generation and the task of finding that one piec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his or her specific problem is complicated, time-consuming, consuming and sometimes even overwhelming. 好, than结构, than结构, 啊, more, more than结构。 好，我们翻回来啊，more than 结构，好，那么 more，哦、oh,，more than 就是一个什么逻辑词？好，这、就是一个比较状语从句，是不是？好，那么下来第二个叫做 and，是不是？and 的怎么怎么着？那么第三就是 that，对不对？One piece of information，然后接下来是 or，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是 and 还有 and，那么这个第一层结构呢，肯定是 more than 结构，and 是跟它是并列的哈，主句。 主语就是 individual，个人。那么谓语动词呢，has，宾语呢，information，对不对？好，那么就个人能够拥有信息，个人能够拥有更多的信息。但 any generation 就是现在呢，个体呢能够拥有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 generation、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这个这个啊呃、uh, generation 更多的得到更多的信息。 And the task of finding and the task of finding that one piec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his or her specific is complete, time consuming and sometimes even more even over overwhelming. Funding. Finding that one piece of information. 一个一个一种信息的任务，什么样的信息呢？后置 relevant to his or her specific problem，跟他的他或者说他的我们要求的这个具体的问题相关的信息的找到的这个任务，通常情况下怎么着？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非常的费时间，同时有的时候还让人崩溃，是吧？所以说整个句子。呢。 这个 gemat 的句子啊，很多句子它是不是特别难啊？不是特别难，所以整个句子呢，就是逻辑词主干，整个的逻辑就是 mod 结构，就是个体再加上一个 and，对不对？就是现在个人呢，能够找到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得多的信息啊。可是呢，与此同时也带来的问题，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信一些他们要具体要找到找到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非常的费时，以及有的时候甚至是什么非常非常让人那个崩溃。 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今天这课就讲的主要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大概是跟同学们来介绍了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叫做啊、呃、长修饰，是不是、啊、长修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左二右六，对不对？那么这两个东西，那么这两个东西呢，合在一起，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长难句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循如下的两个步骤来拆解它。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句子它什么逻辑吧，逻辑词，对不对？通过看逻辑词，我们就能够看懂句子之间它的一个逻辑的一个关联，通过逻辑词来体现出来。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呢，我们去拆解它的主干，对不对？拆解它的主干，那么看主干加逻辑词，基本上就能够翻译出这个句子它大概意思，就不会偏。 你知道你翻译的时候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犯的最大的错误是看了不该看的地方。就是我把一个句子呢叫做“红花和绿叶”，啊，红花和绿叶。那么一个句子它的主干就是红花，它的修饰的成分呢就叫绿叶。你之所以翻译的时候会出错，是因为你把绿叶去翻译了，而把红花给丢了。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翻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首先呢要抓住红花。 然后呢，去什么对绿叶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处理，啊，看情况。如果是现实的情况，如果是实战，那肯定你要不断的去去练习你瞬间识别绿叶的一个能力。如果是在现实里边，自己在做精读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一个句子都读懂，哪一个是红花，哪一个是绿叶，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标注。那么最后，练习的越多，你。 识别红花绿叶的这个这个速度就会越快，你的速度越快，你最后再加上中文和英文之间的一个转换，练习的越多，最后就是导致你的阅读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么你的阅读速度越快，你的阅读的准度越快，最后就能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考试结果，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说一句话，阅读要提高，实际上无非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准度，是不是啊？就是你翻译的准度，不要看错啊、嗯，不要看绿叶而把红花给丢了。 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就就是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速度吧。那么这两个缺一不可。如果有了这两个来做保证，那么相信无论他考的是 SAT、GRE 还是 GMAT，它只是一个 format 的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范式的一个区别，剩下的都不在话下。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感谢。